现场演出，然后美英帮我们 P 图，但是他是 P 两只猫比照这样。哎，那只猫真的很下载啊！真的哦。对啊，哎，那个谁啊？那个欧吉虎说的。对，哎，他现在要把我的猫抱出来吗？已经没有，你已经有在会后空翻的猫的话，我真的会吓到哦。你不要乱讲话，不敢讲来的哦。带龙赶紧点点去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白班啊，小心一点。我们接下来要唱这一首歌非常经典。你知道是哪一首歌？歌单在我这里。是我的啊，他们好配的了。玻璃心的给动漫出名啊！他们很好玩。怎么了？怎么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就是我们的新歌啊。新歌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在港口演唱。没错。这首歌在四月的时候已经发了哦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在 YouTube 上面已经破百万了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到的人，赶快回去帮我们听可以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先唱现场的给大家听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回去帮我们分享 ，OK 吧？哎 ，OK 吧？这个好不一样的尖叫声，再一次给他们好吗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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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对啊，因为通常都只有四首歌。对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们的歌单的时候，我吓到哎，你们对大家好好哦。我今天准备了八十几首歌。你看桂花多呀、啊！你是连九一一的，连臭屁的都拿来唱，是不是？我想跟他唱沙冈哎，老子调香港低头喂，风景亮咪咪哎，我都八十几首歌怎么傻眼哎？我傻眼，你有戏啊？你有看到我傻眼吗？因为他们想说，就听完几首要走了，突然到我就中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不会走，真的吗？因为这一首没有唱，他们觉得好像不太对。对，但是我在唱之前，因为真的很少来到北部演出，所以我想要跟现场。大家来个大合照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选，好来，这边的人都可以入镜，然后还有那个安朵跟摇滚区那个李老爷，嘿，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哎，我给他短就不要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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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哎，狗姐，他直接让他座位吧。啊？座位 kids 定完啊？他当一个太自然，然后座位吗？直接座位。他们两个平常都叫我成这样。长腿囡仔拍照，长腿囡仔风格啊！咱今日吼，我是始终表面雕塑啊，咱等做回来。吼，咱今日主角是黄道光嘛，对不对？我等下吼，大声啊，发出黄道光的时候，搭在右手举起。架起，架起，右手，右手。啊，你俩右手摸赢左手嘛在。哎，只要有手拢会使做啊。两只手摸赢，脚嘛在。好，哎，啊，我来画一下，恁两个示范一下，大家看。好，来，好来，黄道光，进哦。在不？金龙的话，金龙的话，在不？好，来，来，先练习一次哦。来，准备，红豆哥，金龙。好，今天是少人会赛，是吗？那我们来了吗？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来。哎，我刚准备好哦。我们会在那个粉砖抛出大家的照片，行，对。然后大家手举越高越容易拍到哦。来，准备哦。我要跪着，要不然我这双鞋子很不好。你们三个要来跟我们一起拍吗？哎，不要，不拒绝，不拒绝的话，嗯，让他直接。我一般摇头，我比较喜欢中间那一个，可是他打架过。喂，我们出社会多担当。好了，准备哦，来哦，本场红刀工，全部一起准备哦，来哦，红刀工，起来！来，不起来，不起来，撕裂声音响，你们干嘛架？你叫买好不好？来，大声，大声，来，准备哦，准备哦。来哦，黄豆哥，起啦！哦，掌声鼓励！耶！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要来邀请我们的草屯妮娜再来一首 Uncle 曲了，好不好 ？Uncle， Uncle， Uncle， Uncle。好啊，好啊。跟我来，搞电嘛没？来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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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八十几首。不要学啦，奇怪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因为很牛很牛嘛，是有真侪少年歌嘛，是有吗？要不要我们来听这条少年歌？啊，听到这条爱啥？做婚啥物？做一球啦，什么做一球？做一球。哈哈哈哈哈！听到这条做一球，哎、欸，我好球，啊，你们别玩球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首歌《Uncle》曲少年歌。带给我们所有今天为这场盛世努力打拼的少年家、中年家、老少年都欢迎。好，只要我们为了这个文化还在努力，这首歌有热血的、有冲劲的，送给大家。这首歌叫做《少年家》，掌声鼓励。Yo， 帮助少年家，坚强少年家。Thank you.
拢在看我，你有人为生了去不知点差，我今仔终于才给人来救回，因为阮是心爱一个土地，出乎我的掌控，走路拢看到我的形状。
读俊生，说不定他就会出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们的手要先让我看到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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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鲁俊生，鲁俊生，鲁俊生。我们的 DJ 恰吉已经准备好了， DJ 恰吉准备好了的同时，就代表我们卢俊生直播粉丝团要准备上阵的，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？为现场朋友 ，Everybody， 板桥的朋友。